方さんは現在、ファーウェイ上海支部の AI 研究所で働いている。华为天才少年，那你有这么多的钱，为什么住在这么小的房因为在上海啊，住几百万的工资的话，应该可以吧？更大的。今年年底会搬到自己的房子，嗯，这个就是住的。你看他在上海买房子了，这个是前阵子我们国家不是发射天问一号那个火星啊。探测器嘛？但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我用一只真的螃蟹做的。为什么用螃蟹呢？火星人我觉得长得肯定很奇怪，然后比较符合这个形象。哦，すげえ，蛮好玩。哦，用 APP。是你自己写的 APP， 对，自己写的 APP。是的。ホウさんは大学時代から情報通信システムを研究し、数々のロボットコンテストで優勝してきた。わあ、这么小。哇，你看，又怎么样？你的镜头拍不出来，对吧？就像这个灰一样。設計、プログラミング、加工など。一人で全てこなせるホウさんは趣味でさまざまな機械を作り動画サイトで公開。もちろん動画の撮影も編集も自分で行う。